今天给大家来一个窑鸡王的教程。先把鸡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。先把鸡拿叉子插得千疮百孔，好入味儿。扎的都是窟窿眼儿，下手真狠呐！这个都是汤。 给它背面再扎着，报仇。全身抹油，就用这个盐焗王，19块9两大包，一共12小包，能做12只鸡。这是在市场买的三黄鸡，2斤的，用一包料就可以了。全身涂抹均匀。 把大葱塞进那个内脏里，再把它腌制入味儿。把这腿别里头，头给它别着，包上锡纸，静止15到20分钟。 2层啊，一层容易漏。然后放蒸锅蒸1个半小时。窑鸡王出锅了，这味儿太香了。 做好了，这是成品。